吃着呢啊，都等你吃饭呢。是是是。啊，这个碗是小官的。这个碗是掌柜自己的，我的碗在这里啊。郭芙蓉，我回头再给你算账，我让你坐啊。哎呀，专门给你准备了蛋饺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吃过了。你在哪儿吃的嘛？咋不提前说一声？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不在店里吃了。为啥嘛？我跟大家非亲非故的，又不是店里的伙计，又不是谁的姐妹，每天蹭吃蹭喝的，多不合适啊！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？昨儿不刚劝过你吗？给我坐下吃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。吴爽，你坐。我错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啊！其实呢，收不收信我都无所谓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第一个收到信的是小顾而不是我呢？哦，你也收到那封诅咒信了？是啊，不过很可惜，不是第一个。谁是第一个？我。不过我没有收下，吴双就收下了。香姨，你跟那姑娘是不是很熟啊？昨天之前她还是我的亲妹妹一样，你说熟不熟？吃吧。蛋饺。蛋饺拿过来。拿。你也是的，好好的，你跟吴双说这些干啥嘛？哪知道他会这么生气啊！你先等会儿，我怎么没明白呀、啊？谁第一个收到信有啥讲究啊？有讲究的，比如我，我把第一封信给大嘴，把你留到最后一个，你什么感受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太仗义了，兄弟！哎呀，男的跟女的不一样了。我没有想到吴爽会因为这种事情吃醋。吃醋？你不懂，俺们女人之间的友谊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。早就叫你拿点首饰给人家赔个不是，现在可倒好，你把整盒拿出去啊，都未必管用。你还有脸说呀？去去去，都出去，都出去。等等，都回来，把吴爽哥叫过来，我要跟他好好谈一谈。好。下来。佟掌柜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啊？什么为什么呀？你是说发心哈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装傻？装傻？你啥意思嘛？韩娟是不是你发小？是呀，她咋了？她来找我，问我要我的头发和指甲，说是你要的。我要你的头发和指甲有什么用吗？做法了，害人了，这不是你的专长吗？不跟你废话了，韩娟人呢？她拿着我的头发和指甲就出门了。还愣着干啥呀？还不赶紧给我把她追回来呀？何夫人，这么晚了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啊，这空气不错，出来走走，散散步什么的。说就说呗，你拍桌子干嘛？吓唬谁呀？你以为就你男朋友会武功啊？头发、指甲还有诅咒信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。说。嗨，你还是笑起来比较好看，现在这个表情忒狰狞了。你不说也没有关系，小郭，去把小六给我找来。得嘞。哎，谁是小六？不明白。本镇唯一的，也是十村八店最凶残、最不近人情的捕头。我又没犯法，你找捕头干嘛呀？你说呢？香玉，我可是你从小到大唯一的朋友。唯一的朋友啊，嗯，哎，某些人不是对我说他人缘特别的好吗？你不要打岔，小娟儿，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怎么死活都不肯相信人呢？小郭，哎，小郭，哎，我说，但你们得保证，绝不能外传，还有你，绝不能生气。好，你说说看先。那封信啊。确实不是我发的，是我让丫鬟发的。哎，你说好不生气的。啊，那不生气。你写那封信是啥意思？
我前些日子碰上个高人，说我是百年不遇的天煞孤星，命犯太岁，头顶乌云，先克父，再克母，继而克死老公，最后克死孩子。我为了避免这一连串的悲剧发生，所以不得不发那些诅咒信了。那个头发和指甲是咋回事情？是啊。你们要是转发了，那就啥事儿都没有。可你没转发，那就得倒大霉了。唯一的解煞方法就是拿你们的头发跟指甲请高人做法，每次都得花5两银子。为了你跟吴双，我得多花10两呢。为了谁呀？你有钱没有地方花了呀？先生有大神通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哎呀呀呀，有什么大神通？人家可以伸手下油锅，滚烫的油哎，也敢吗？我敢。啊？其实啊，这是硼砂在起作用。硼砂遇热就会产生气体，把它放在锅里，看上去好像是油锅开了，其实一点都不烫手。这不可能，人家马大师是高人，剑斩妖魔，你行吗？啥叫剑斩妖魔？就是拿一张白纸把鬼给定住，然后一口水给喷出去，鬼马上就显形。这时候一刀劈下去，鬼就被劈成了2半。你行吗？我行啊。其实这张纸事先进行过处理，用毛笔蘸着碱水，先画出鬼的形状，晒干以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然后再喷上姜黄水，就会起反应，呈现出红色的鬼的形状。所谓剑斩妖魔呢，就是把这张纸裁成2半。不可能，人家高人还会干嚼鬼骨。把鬼定在碗里，摔成碎片，然后把碎瓷片嚼碎咽下去。他嚼的根本就不是碎瓷片，而是他事先晒好的鱼骨头。这些把戏已经很多年没人玩了，根本就不新鲜了。哼！我有我的想法，你有你的，我不干涉你，请你也别来干涉我。哦，就是。哎，你那个高人现在在哪儿啊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放心，俺们又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开开眼界。对对对。算了吧。高人说过，除了自家弟子，其他一概不见。是不敢见吗？人家都能伸手下油锅，有什么不敢的？那你就叫他来哦。我看好你哟。那就来哦。明儿一早我就让他来，我让你们都开开眼界。裴掌柜的，你说那高人到底长啥样啊？什么高人，江湖骗子，咱们见的还少呀。上回那个算命的叫什么来着？哎，白梅。多亏了他，我跟夫妹才有今天。那你是不是还要给他烧炷香下个拜啊？这个败类，下次见一回打一回，绝不手软。掌柜的，他要真是高人，我能不能跟着也拜拜？你抹冰抹咋的，拜他干啥呀？当年我在黄鹤楼打杂那会儿，我天天拜关公啊，结果没2年我就当捕头了，没2月又当厨子了，跟没拜一样。你先说这没用的，没厨子你吃啥？没厨咋开店呢？来，这位就是我师父。本人姓马，别号卓掌。不是，你这不老马吗？不，你啥时候成高人了啊？你我长得还嗨。你谁呀？你谁呀？我李大嘴呀！你忘了？咱俩当年不一块在黄河楼打杂吗？我洗菜，你抹桌子。不叫我抹桌子吗？胡说八道！我打小就在终南山修炼，刚出来几天。黄河楼是谁呀？他谁？我连我不认识。不，老板，你这样的没意思了啊！我跟你，我真生气了。不，你这不一边去，一边待。马大师啊，哎呀，久仰久仰，别理他。脑子有问题，甭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你们谁解煞？啊，是我。这是我的头发和指甲。你这钱拿着，洗油锅。秀才，去把张姐一下。关门嘞，大洋嘞，快去把张姐一下啊！谢谢啊！快点啊！谢谢啊，等一下再来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啊。哎，这是啥呀？什么呀？这是定花定风丹，你把这东西啊往锅里一放，那小鬼儿全定住，是吗？我怎么觉得这东西有点像硼砂呀？硼砂啥呀？
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棚子啊。哦，那好，等油锅开了我帮你放。哎。开了吗？开了。来，往里伸，来。干什么干什么？我做法最讨厌旁边有人打扰了。不弄了，不弄了，告辞。师傅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，油锅不下，咱剑斩妖魔。行，再使一招定心诀。拿着，来碗水。来，碗水。马大师，你是在找鬼影吗？来，你看看这个。你看看这个。你别害怕啊，刚才我扶你下油锅的时候，我掉了个包。哼，岂有此理！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啊？哎，你不还有一招吗？来，给咱干嚼个鬼骨。嚼啊，嚼！我嚼，你嚼吧。站住！站！官爷，我把银子还给你，求你们原谅我，我这也是生活所迫嘛。你看牙都没了，你这是啥生活所迫？这不牙口都破了吗？吃不了肉了。给我老实点。师傅，是不是他们逼你这么做的？不是，我原来就是打杂的嘛。打啥杂呀？麻桌子嘛。哦，这么个麻桌子。没什么指望了，想混点小钱儿，喝小酒，过小日子，娶个小媳妇儿。你终于承认了，那你那些个大神通？大神通，那全是小把戏嘛，装神弄鬼，跟变戏法差不多。行了吧。别糟蹋人变戏法的啊！我问你，你能把那碗变没吗？我能把碗里的饭变没了。你能从这墙这穿过去吗？我能搁桌底钻过去。给我一边！行了，是你自己个儿走啊，还是我？我自己走，我自己走，不用你背。那个行。爷，您这边请。回头等我到牢里，还指望您管着我。走吧，快走吧。哎，马桌子，抹布拿着。到里面接着抹吧啊！这回我一拿